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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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都给你准备好，别动，我来擦。哎，别，哎，就注意啊，注意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叫你一声哥，你是我哥，我是你妹，怎么不能擦了？再说了，我最喜欢男人流汗的样子，特别性感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哦，快点，二婶。别动！怎么了？什么？别动！别回头！你别动！二婶，左，左脚，左，右，喂，你是怎么开车的？好吗？那我没见过你那么占理，怎么还那么心虚啊？谁心虚了？你帮不帮我吧？就别动，别出声。哦。快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啊。不是，我跟这个人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事儿我回去再跟你聊哈。啊。哎呦，你看你又出犯了。不得，走，快走。我走了，姑子，拜拜。好，走了。就差这么一丢丢。谁跟谁呀、啊？这人跟做贼似的。切！怎么我躲着他呀？你上哪儿去了？啊！哎，你这大白天你不上班，你在家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亏心事了吧？一惊一乍的。谁做亏心事了？哎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说你上班时间你在家卧着干什么呀？你吓人呢你！你说什么呢你？老张把电话都打家里了，说你在水产市场跟一男的搂搂抱抱，有这么回事没有？这，他那个嘴里说出来的狗屁话你也信？当是假的了。你先别急着骂人。我问你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没有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什么看？就当我长得帅，你也没必要这么近距离观察我吧？你没什么毛病吧？我各方面很正常。是你，啊？就是你。不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没见过你。一定是你。不，你说什么我不明白。刚才跟耳禅两个人，哎，搂搂抱抱的，就是你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一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大老爷们儿，凭什么大白天要跟谁什么禅搂搂抱抱啊？你怎么说话不带刹车的？我做人是有节操的呀！你再胡说八道，当心上三路长疮，下三路发炎。有病吗你？死鬼！